白天我是学校，现在下班了，我和那个同事他们就来那个菜市场买菜，准备今天晚上做大餐。好久没有自己是做饭吃了，所以说今天就跟着同事一起出来买那个买菜那些，然后做大餐。凡哥，你要买啥呀？快去追你妈妈，快去，快去吧。哦，买玩具啊，快去。这个是小孩的妈妈。这个我拿来弄卤鸭子。啊，你在吃呢？20块钱。今天可以包餐一顿了，准备回去了。现在把那些炒菜的那些餐具要洗一下，再把菜洗一下。凡凡，
小声点好不好？要的。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话，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。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，今天我们已经离去，在人海茫茫，他们的流浪，他们在哪里呀？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买回来就是。啦啦啦，想他。这个杨老师，他声音太好了，杨先生，他这个。